欢迎路影，啊，希望咱这个活动啊会当留落真多记录，啊，所以欢迎各位啊往头前啊移动者，啊，再来要看真多这个艺术品，所以你来一头前，才会当看较清楚吼，啊，来，连日要开始啊，才可以来啊就医做就医。会用来参加这个艺术家人员的会议。苏教授甲陈老师哈，啊，陈夫人，啊，大家阿们大家好啦哈，大家好，真欢喜哈。利用这个二二八哈，推出这个叫做礼拜，这个礼拜日啦哈，阮按这个高雄、台南。啊，今日来到台中，啊，明仔载要去到台北，啊，拢总要办四场，这艺术家人员的啊演讲会啦，吼、啊。因为阮感觉二十八暑假，二十八这个民族的大屠杀，是咱台湾历史一个未使放袂记的一个代志。啊，所以就是讲，咱这个艺术家虽然看起来敢若拢。无直接伫街头咧抗争，但是因用因的专业，用因的感受，伫因的作品内底，啊，美术、文学、诗，还是音乐，拢留落来咱历史的痕迹啦，啊，啊，所以因为真侪咱啊少年朋友，还是讲社会各界，可能拢无较少按这个角度来了解，啊，所以特别。这边呢，来甲咱中社甲大地文教基金会来在中社做位合作。啊，主办的单位是台湾基督教教会甲视频国联线。啊，承办的是阮公道台湾人民啊，今天真多谢咱只好朋友哈，花时间来听这个演讲，阮希望讲未来。这种的较有深度，啊，较对人文较有关的，会当让较侪民众会当感受咱社会伫各阶层内底，啊，大家人会有同款的感受吼。啊，所以这边这个苏教授呢，啊，有家己的这个一挂作品，啊，就讲台湾这个民主的演变的过程内底有一挂记录。啊，直接那个来看吼，啊，这较详细，所以就在你家己介绍。啊，拄只这个陈老师，陈老师呢，伊嘛有只我册来，我看下，敢若嘛只特别的册吼，我这册名叫做《看国书》啦，啊，就在你陈老师那来家己来介绍吼，啊，所以直接先甲大家表示感谢啦。啊，有这第三场嘛，啊，这边较实在，就是讲，我恁只今天来的贵宾哦，可能会感觉有咱怪怪吼，因为来听演讲的人啊嘛是介济，吼，啊，这应该甲高雄、台南两场人数拢差不多啦。啊，这阮新办单位吼，爱甲大家实在，因为阮足够的时间吼，真短啦，真短吼，啊，中间个拄着真侪代志，拄着会议。啊，拄到这个苏老师跟日本甲拜访苏明和尚哈，所以联络了唔是介好势。啊，但是这个计划是以后陆续要再持续来办的啦。哦，啊，较重要的就是讲按前两场的这个演讲会内底，啊，苏老师，我有讲起一个故事，就是讲哦，今日来听的人，感觉这个内容袂歹，啊，你熟悉朋友啦，恁有法度。啊，讲有迄个机会，有迄个关系，啊，比方介绍苏老师这个演讲的内容，啊，介绍入去咱学校内底，介绍入去社区内底，介绍等于你的想法，我相信有较侪人透过这种啊无同款的角度吼，来了解咱台湾的文化，啊，甲咱台湾的这个历史。
最近有人开始跟你讲哦，拄着二八拢在讲爱，要忘记终结悲情。我是感觉讲哦，咱的台湾的历史就充满悲情，但是要记得悲情，不能终结，终结的搞糊涂。所以悲情要记得，要面对，勇敢面对，要从悲情里面走出来，不是要终结，因为这不太可能终结了。我们的历史就是这么悲情啊！啊，到这样子要被这些人吞倒，那些靠可怜的终结啊！咱来要终结，就是台湾，就是这主管统治国家，安尼到可怜，行出这个阴影。他即使啊，将来台湾就是这主管统治国家随时，咱拢爱会记过去与台湾发生悲惨的这件事，咱袂使犯的啊！所以今天几家。伫咧甲这个时间交予苏老师进行，我是讲，这个明仔就是228，哈，诶，这个大屠杀的历史的纪念日啦。我想，我来邀请大家，咱有哪站起来对咱228内底，真侪无辜的，也是讲真侪台湾关心，啊，遮先进、遮先辈，以及这名，咱来默哀一下，哈，啊，是不是？默哀一瞬间啦，哈。我们大家来，这位来摸一下，很紧张，摸太细了哈。好，我是这个功劳和台湾人民的大庭会啦哈，所以真欢喜，而且这个机会跟大家熟悉，啊，何老师跟大庭会来哈，啊，真感谢哈，啊，来今麦来把时间交这个苏教授哈，来苏教授讲，咱用热烈的掌声。啊！甲今仔日个语坛人士，也是我的学长陈如正，啊！甲伊个夫人陈如正。个大宾馆即个演讲，由我即个特殊部长，也是蔡廷辉教授，用伊个行动甲伊意志，坐伫伫法院，已经要将近900多天，无外久就达到1000天。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用伊的学术专业对立法院这个体制啊来表示，咱爱进步，爱改革，是不是？爱感谢蔡英文。我讲就是讲，除了每一届甲人民讲话，就是要选票啊，就是爱选啥的时阵，我感觉讲，拢无甲咱的地位尊重，拢无甲咱的精神尊重。所以是不是当然要进步，不是讲只讲要讨选票，应该甲咱讲，咱欠这个土地，咱的历史，咱的文化，咱的今仔甲未来，应该是变怎走向幸福甲进步。所以我讲，是不是爱有新的议题来促进台湾进步？因为我是台南县显化镇漳浦人，汤圆大汉的子，我汤圆汤啊做。会当做小学老师、大学教授、教新闻历史书、大学历史书了，我感觉艺术家、艺术教育有哪会当参加建国工作？尤其伫世界历史书读到真济感动的代志，所以我即个在整理讲，是毋是艺术甲世界共识的人权，即、這个议题结合，会当来凸显台湾过去不公不义。真挚值得检讨甲反省的时刻，过来找出明仔载，所以这个想法得到蔡教授的支持，啊，
虽然比你有较冲爆，但是我感觉来的人就是经济，你若是将这资料甲砸落去，将你听到感觉甲砸落去，这個、经济就会发价，这就是阮的想法。目前这个想法是高雄得到屏科大的认同以及在台南这个文新闻处长伊也主张讲，也过去台南配合这个新闻处啊来。伫国际真关键，所以无外久，咱今年上少有三摊。六月热天咱会见面，因为咱的书面会议上，伊要发表60,000字的回忆录，咱的会议上来进行台湾的进行。12月15是世界真关键，咱会过来。迄个时阵，咱用咱选票要选伫位总统的时候，咱爱问我清楚，是毋是台湾的真关？较幸福，有伫恁的主张内，所以这是即届咱初次安尼行，但是咱已经得到少数人，但是真好的肯定在支持。伫要演讲以前，即届特别印一张真功夫的这个 DM， 我将简单小白就知影顶等的定数是安怎。伫即个 PowerPoint 有看到吼，等下即个。开场了，咱要来讲艺术甲人权到底是安怎搭做伙？伫国际联合国，伫即个人权的发展，简单的延续，台湾的人权是安怎有咧进步还是咧退步？所以，咱要来看世界名家毕卡索，伊为什么是美术界的大哥大？伊虽然是大师级的。艺术家如果把他一生中的作品给你给他切掉，猫吃鸟给他切掉，他可能是普通的画家。为什么给你卡猫吃鸟这作品决定他一生里面是一个人道正义公义的一个艺术家？这就简单了。所以艺术家不是要画图自己欢喜，还是要来换钱，还是展览碰碰，他应该是参加社会建设、社会关怀的一部分，但是若要社会建设，都爱有土地、人民、公益、人权来做基础，这就是今仔日要了解。所以毕卡索讲了，要来讲台湾一个伟大的画家，咱家叫做油画第一，家己人陈澄波，但是伊不应死伫台湾。为什么这个台湾的范古热情的陈澄波死在28？那一天是3月25，每一年3月25，台湾的美术校老师拢带囡仔，你怎啊知无？唱歌、跳舞、化妆舞会，迄天叫做啥？美术节。迄天我拢有敢参加，我若去参加，我会流目屎，因为伊毋知影3月25，就是台湾油画家陈澄波去予人枪杀死的，家己火车上面。所以台湾人若无历史，何来文化？若无历史的基础，何来艺术？所以咱要来检讨28陈澄波，这是不是美术界？这内底有真侪灰色跟矛盾。咱中场休息一阵，咱来介绍即届的展览演讲。本来有哪有，甲入息政府的高雄台南请款，但是结果目前都是拢满哩。所以我得到这个消息，所以我。从我画图，我的出版物起来化缘无款，所以要休息以前，我的15分钟介绍这些图、这些书，甲台湾文化有相关。大概上半场是安尼，所以休息差不多15分钟后，咱第二场咱的贵宾与谈人陈武正，伊就会来上台。伊是我的学长，给我两届，但是伊有去读一间研究所，我读不到。迄间研究所就是。台东监狱、太原监狱，伊去读这两单，哦，功力大深的，所以会当了解台湾的乌龙、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安怎如此予人恐怖。所以伊会当伫这个两单内底体验真济，所以伊最近伫阿扁总统的时代，将伊的苦心甲伊体验画真济人权的图，所以伫。